啊，咱即、這个或者热比亚即阵吼，实在是看过人，大家拢真感动嘛吼。看过人会感觉讲，哇，那有即款的走人吼，敢呢用伊的性命甲中国共产党在来拼，迄是真凄惨哦。哦，伊还佫有四个囡仔，即马佫叫共产党掠去关。伊实在是吼，牺牲真大啦，伊是十大富翁呢。哦，以前中国的十大富翁，啊，咱会知讲为了支持因东土耳其斯坦吼，东突厥啦吼，啊，即个坚持，伊都爱牺牲伊的家庭。哦，伊都爱向掠去关，向判八年呢。哦，迄内底判八年，啊，看安怎甲刑罚，电影内底拢有做出来。平时伫头一工吼，伫个即个。电台街一号，哦，就是咱的凤山台，因古早做凤山桥嘛，吼、哦，凤山桥的所在，伫遐，闹去看，哦，迄场面实在是安人挤人啦吼，安尼挤到爬去树仔顶，尾啊，风哗哗则落，啊，坐伫水池边啊啦吼，这实在是讲起真感心啦吼、哦。好啦，伫即个时间，张医师再次宣布吼，咱、迄个电脑吼、已经归线攻略。哦，咱的电脑哦，即马迄个放映哦，讲得好比，你若是伫即个时阵，你若有听到张医师伫遮甲大家吼说哈啰吼，你就是已经有法度经过即个电脑网络来看着咱的节目。哦，咱即马伫空中哦，你经过电脑的网络，你就法度直接看着咱即马现场播出。哦，咱空中好朋友。电视即摆嘛会阁重新开即 Skype， 伊拄仔先 Skype 关掉呢，原因就是因为咱在甲电脑重开，啊重开的中间吼，啊啥煞变做讲所有的拢跳出去啦，拢跳出来真歹势吼，即甲大家插着，但是无度，我即摆所有的对头邀请，邀请落去，啊若以前毋捌伫即个时段，互我交叉着，真实力啦，因为我嘛毋知。啥人是啥人吼，所以所有广东好朋友，你若是要入来内底吼，你会使即嘛，重新对你的 Skype 入来现场吼，除了你的 Skype 伫现场，搭一个有法度遮聊天以外，你嘛会使借着空中，咱即、這个即嘛开诶，即个玉山网络高发一电台，即嘛已经朋友已经入来吼，真欢喜啦吼，你若入来，你会使。伫遮拍一下字，吼、哦，互伊起鼓，因为你若无拍字吼，说哈啰还是啥吼，电视即边有时啊都无多吼，有啊，你已经吼结婚托事你拍入来，我知影，即下我即边通啊，嗨，赞啊赞赞赞，哦，已经 OK 啊，赞赞赞，哦，这已经拢 OK 啊，电视都足安心的吼，我也 OK 嘛去啊，多谢多谢，哦，好，咱即摆接落去吼，佮你放心啊。今仔日爱甲大家讲下者，即、这个带状疱疹吼，伫今仔日我伫台中家乡，我做校医啊，我学生内底侪甲我讲皮肤发炎啦，皮肤会痒啦吼，我一看到讲哇疱疹啊，甚至到甚至加些片靠近伊颔骨的所在，完全甲咱普通的位置无同款，咱普通飞蛇啦，还是电线蛇啦，还是有说飞蛇皮蛇，拢会生伫个咱过人脚的位置，还是迄个叫做。排骨骹吼，即个毋是呢，即甲你生到，甲你生伫个家只片，我伫颔骨，所以完全伊毋知影。我著甲问讲，你要发作的两三工前，你是毋是有伤臭、无眠、紧张、压力足大，无毋着考试？三工前，因拄啊准备考试，熬夜，你看觅学生囡仔吼，熬夜嘛会做甲疱疹，即款较无要紧，因为啥？你敢若生伫家只片，你袂中风啦。但是歹运，你若生伫目睭、头壳顶个，会中风哦。真正会中风呢。今仔日张医师拄着一个足不幸个消息。伫个张医师病内底咧治疗即颜面神经呢，一个高中高职个人事主任、蔡主任，哦，即已经我看真久个吼。伊个即个颜面神经嘛，已经治疗将近一个月。哦，对，会流嘴烂，治疗到袂流嘴烂，对，哦，安尼袂笑，治疗到即马小可会妙啊。哦，讲起来就是讲有进步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咱也知影讲，伊足好紧张，
哦，迄款忧郁症吼、哦，甲焦虑吼、哦，两个交相加啦。伫厝诶，伫好哩娘血压拢百四以下，还是百四左右啊。来到张医师诶病院，娘拢总百七至两百，百七至两百是足悬诶咧。诶、欸，我著甲讲啊，蔡主任唔好安尼抄呢，你袂使抄哦。伊嘴嘛讲无啦，我无抄啦吼，安怎安怎？但是伊还阁真抄。伫个昨进前哦，进前一工都是做日暗。佫敲电话甲我讲，张师，我明仔载要来找你，哦，继续要甲这肝面神经个食较好。我药啊内底有抗焦虑个，佮降血压个，拢甲顾条条，佮较足功夫个。想讲啊好，佮来摕迄、那个吼，食、哦、迄个肝面神经个就好。那会知影讲，哎、欸，昨昏讲牵车啊，怎跋倒，送去台中病院，电脑休去，伊脑已经出血。普他们的所在，普他们就是咱讲贝壳吼，贝壳伫迄个苍白河顶头迄个贝壳，贝壳迄个吼普他们的所在出血，啊就啊，我都用笔写尔，袂讲话啊，讲了袂清楚啦吼，意识也清楚，我真紧张啦，哦，足紧张，伊本来就紧张啊，拄到安尼，更加紧张，哦，啊开始时伊就一直怀疑讲，就是我向阵的面歪去是咪，迄个时阵就是中风。但是迄个时阵，两脚两手拢总无力，一个月中间拢总无迄款现象，是干那昨昏要牵车，啊牵唔知奥多麦 TV 牵车是人才晕落去，晕落去是急诊救护车送去台中病院，晕落去才知影讲脑内底有出血，伫他们的所在贝壳吼苍白河上面迄个出血，哦所以即款代志你个看麦，无为着啥哦，干那压力大，伊也无食薰也无食酒。哦，生活足正常诶啦，哦是较安尼紧张性，较搞焦虑尔尔，无拍算伫即个季节变化，即摆暗时会冷哦，暗时啊你若吹电风，我咧保证三点过你会冷甲醒起来，哦窗仔门若无关，有会冷甲会畏寒哦，哦即拢是最近气候咧变，啊你虽然无感觉，讲啊即暗时足冷诶啊，暗时寒天啊，但是白天热，暗时啊冷。迄、那个温差若超过八度、十度以上，足够破病啦。伫迄个时阵，毋是感冒尔，毋是中风尔，连即款心肌梗塞嘛会做起来。哦，所以今仔日甲大家讲个，即拢总是非常要紧，随时拢有可能出问题，而且大毛病。哦啊，日本人伊着带状疱疹，十年都已经增加两成，六七十岁人啊吼，愈、哦、来愈增加。哦，所以男女个比率。女的四点五八，男的三点六七，女的佫加25%。哇，这真奇怪吼！啊，女性是安计出，我唔知影吼。我拢感觉一波啊超，可能女性吼，伊到到迄个岁，因会迄款更年期过，伊的迄款保护能力会较差啦吼。但是不管如何啦吼，这无特别的意义啦，总是大家伫气候大变，啊甲身心肉体。哦，有变化的时阵，拢爱特别小心哦。啊，伫今仔日《自由时报》诶健康医疗内底，吼、哦，讲起已经是昨昏啊，然后伊即摆跳过2009年10月15日透早5分23秒，咱看到哦，这个《自由时报》健康医疗播出翘腿族坐没坐相，垂足症来找麻烦。诶、欸，你若是吼。哦潇洒美丽，潜藏危险的风险的一款翘腿族，诶，这款你也知哦，台北市立病院关联病院吼，神经内科发现业务员突然间正脚麻痹才无力，我都夹下，哦，就医发现小腿外边的非神经然后外侧小腿非。